深的，就是觉得非常的开心，然后也觉得非常幸运，很谢谢公司又给我们这个机会。然后我们这次呢，就是新的几张专辑，没错没错，我们刚刚有这个不是喘气哦，这是一种感叹，哦，终于，对不对？是年轻没有喘气这件事情来说不心快。是真的觉得非常开心，然后谢谢公司，然后这次真的就是很努力，然后希望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们。是在这一张这个我们的迷你写真专辑当中哦，有很多小海豚的歌曲都是纯爱歌曲，我们要请红丝来跟我